的 CES Technology 展。那这个 Technology 展呢，我们今年呢会受到很瞩目的产品呢，会有 VR 产品，还有一些 Smart Home 产品，或者说还有一些更多更多 Technology 的新型的概念车。那到底里面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那就跟我们一起进去探索看看吧。2017